旺旺，嗨，贝贝，大家好，这是西屯出外组，看到我们就知道大嘻哈时代第二季就会有大放枪时代第二季，好不好？耶耶，一起来当个双迷，没错，一起来当个置身事外的双迷嘞，不干我的事，只要出张嘴，没错，社会的风气 push 我们要变这样子的人嘞，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龙兄虎弟进入，不要。大嘻哈时代第二季的奖品 reaction go go。其实只有在夺冠的时候陪你一起庆祝。这文案是谁写的？陪你一起夺的。你会不会发现说，干这真的是吴念真，真的是。库巴，骄傲常被毁灭者贺龙。干库巴，库巴感觉就是那种怎么讲，就是超级恶霸的角色。哎，就假设你今天你们一起在国小六年级好了，是你躲避球，你会希望你跟他一对？哎、欸，你不希望，你不希望他持球是吧？欸、是他面，那我问你啊。那你对马尾有兴趣吗？特别的迷恋吗？我说实话，我的游戏 ID 就叫茶馆巨炮张不挑。我有一款游戏，我知道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新的游戏就是你们不知道什么，就是唱，就是你就知道各种风。棒！下一个，好 ，C Holly。C Holly 其实真的是蛮正的。握个手，你有没有拍到？我偷摸一只手啊、哦！你看，哎、欸，我们不会用偷摸这一招，你知道我们用什么招吗？肢体推进。大家好，我是 Edward。刘琦也是。哦，你看这镇港平地一声雷，蹦一下那个监听直接掉地上。你刚刚蹦，我以为他做什么，丢个那种地雷包。放眼瞅。说到地雷包，我想我们就很多东西会扯。你有做过一件事，就是你同学在拉屎，你把地雷包压下去。我想 ，Yes, I do。以前玩那种什么水鸳鸯，或是地雷包，那个也没嘛。然后那时候中秋节玩充气跑，那玩互射。然后我们就在公园互炸的时候，旁边有人在荡秋千，但不小心炸到一个在荡秋千的头发，一身雷，他的头发就啊，干屁呀、啊！真的，你这边功夫桥段。穿得很像史特龙 ，A.K.A. 闪盖，闪盖，好人快走，好人，好人，小杰不让，啊呜，刚好国威打过来，哟，老板打过来了，各位朋友们，现在还在，你看交作业，这个不是 say 的哦，对，有，我们再跟那个龙虎们 check 一下，说我们该怎么样继续让。品质更好，这样子。你说什么？老板要帮我们加25万？哎、欸，老板谢谢。哎、欸，对，影片为证。好 ，OK， 老板。好，没有了。额外问一个。哦，保安，靠腰。哎，你说。BR。哦。很像哎。我觉得还好。我觉得蛮像。我觉得没有到很像哎，好像蛮像你耶。大家好，我是包金槟榔。最重口味那种，感觉那个够味。看你俩。哎、欸，我说的够味不是那个污垢的垢。是很够味，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律动，哎，还有一个那个 baby voice， 这种渐渐的声音就是要越渐越好，真的，你有时候你不要半渐不渐的，要渐不渐，就是你就是要全渐，你就可以让自己的那个腿完全哦，就那种健状态。啊，我问人家其实是有没有讲过这样？他很粗，来麦当劳点餐。哎、欸，我要一个这个香鸡包。我觉得对、啊、哦，你的恶霸同学、啊，哎呦，你的拿充电炮炸人家头的人，你的流汗流超多时候，一下打开给你闻的朋友。然后这一首歌叫 Chucky Bong 的赛，你们拿卫生纸去卡撑，有没有 Chucky Bong 的赛的经验？有没有你的食指中指姑娘回掉？啊，回掉你会闻还是？我是直接果断洗净。Yeah， 新买的 Supreme Wolf。我是评审，我直接
哦，很大力耶，哎，要这么大力，通过是哪一颗？干！如果再多个几个林杰星中人哦，你这只脚就废了。你看阿达在哭了。性情中人真的，但是我可以理解，因为能量很强，反差又很那个，以为就是唱一些可爱饶舌啊 ，no， 他比一堆人都 hard 到爆，很屌哎、欸，来就先给你个蟹形拳，看到没？你说我假设今天有人跟你玩 gay， 然后时间地点约好，一到啊有一个人这样，洪家铁拳，咚咚，我靠，没有戴帽子啊，什么意思哦？膨胀。好，你赢，抱歉。怎样像？怎样像你最后这个山东腔？特别来劲。小时候，我们家大楼管理员是个山东老兵。是，我是说老兵，真的是老兵。然后他就会说：“讨厌你的庄稼货。”我是说真的。蔡老爹，天气怎么样？出大太阳，哎，谢谢。欢迎来学风骨操，肌肉棒子。光看着这样子，还没有唱完就知道他很做好自己的角色了。真的啊，人设是很进入的。不是我们提这种，就是你只要把什么东西做好，抓一个筋。没错 ，You got a chance。哦，比杰是好好玩在，每个人都在想说怎么样怎么耍帅，怎么样怎么词或者什么风格曲风的怎么样，但还是不是飞来这里，我就是来，我只要一毛不刮而别人有闻到即可，没错。哇，感谢收看这一集的大放枪时代，没错，蛮开心可以重操旧业啦，也、yeah, 没错。那我们下一集欢迎大家一起来加我们行列，一起敢爱敢恨，但是保持理性，没错。下课、yeah ，你知道我们节目也是要进化了啦，我们也是试着去调整一些东西啊，对，对，我们有增加一些小巧思，对，比如说来，然后如果你看到特别不爽，就可以这样，然后已经倒了再。然后再啊！帮我开直播，帮我开直播啊！这个决议，这个决议。